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人日，人人生日的好日子，由大厦居民联谊会举办的人日生日派对现在开始，由我和王老师担任今天的生日会的司仪。由大厦居民联谊会组织的人日 party现在开始，由我和凌生担任今日的司仪。很高兴我们请到管理处和服务部的员工来和我们一起共享生日快乐。好高兴请到我们大厦的服务部和管理来参加我们的生日 party， 共享生日快乐。现在请赵经理致辞。现在请赵经理致辞。大家欢迎。我们所有的员工非常之荣幸，可以参加今日跟大家的生日 party。今天我们的员工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大家的生日联欢会。我们所有人呢将一起对大家说生日快乐。我们一起大家讲生日快乐。我会讲英文、广东话、外国语。英文、广东话和国语一起讲。先讲English. So we wish everyone happy birthday.In Spanish, feliz cumpleaños. Yay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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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节目表演开始。首先是合唱，首先由香辛阁合唱队卡拉 OK 小组演唱，请进场，请进场。男的进场，女的进场。你呢？你呢？你叫你行先啦，第一行啦，你第一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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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
原來個位置係點啊？指挥郑云美，伴奏仁爱，第一首生日歌。身边的故事的歌，歌词里面几次唱到了美丽湖和 Lake Mary 湖畔，很有亲切感啊。第二首《屋邻美丽湖畔之夜》，这一首是我们身边故事的歌，歌词多次提到屋邻美丽湖 Lake Mary，大家都感到好有親切感啊。
再见我的好伴侣，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为你苦伴的晚上，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为你苦伴的晚上，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泪在你苦伴的晚当前健康是重中之重，请各位要注意做好防范和保护工作，做到身体健康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下面请听无伴奏女声独唱《祝你健康》，演唱阿明。当前健康是重中之重，请各位注意做好预防和保护的工作，确保健康平安。下面请听无伴奏女声独唱《祝你健康》，演唱阿威，请。感到不大舒服，点解啊？
但这个兔子你看它凸出来吧，哎呀肿了，这个不是病啊，这是男同胞的喉结，男同胞都有的，女同胞没有。他说那个不是肿出来，是男同志都有的那个喉核，女同事就没有的，你大家看看是不是男的都有，女的没有。那我想问个问题，为什么男同胞有喉结，女同胞没有？哦，我想问你们，为什么男的有呢，就女的会没有？没有。我找过很多，我是做医生出身的，翻过很多医疗书，翻过很多文学书，找不到答案。哦，他做过医生的，但是看过很多的书，找过很多的其他的书都找过完了，但是呢都找不出那个答案，是什么原因都不知道。到了去年的年底，答案找到了，谁告诉我的？我家的主人。哦，去年底呢就为他就知道了，为什么呢？是他屋企的主人啊，讲俾佢听是咩原因喎？我家主人是谁呢？耶稣。哦，佢个主人是耶稣喎，你哋系咪信耶稣噶？系嘛？我们去到教堂所礼拜，不是有句口号吗？耶稣是我家之主。哦，咁教堂里边咧有写住耶稣是我家的主，所以佢信耶稣噶。那么耶稣告诉我，找圣经。耶稣啊，你找不到问题吗？你去找圣经啦，圣经里面有的。我马上跑到去找圣经，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圣经里面都没有啊。那么我又去问耶稣了，我说主啊，我找不到。哦，他找了耶稣，他找不到我怎么办啊？耶稣说，你心太急，我话还没讲完你就走了。哦，耶稣就是说他，你太心急了，人家讲嘢都未讲完，你就走夹唔头了，走去找了。咁，我叫你去找《圣经的故事》这本书。叫他去找《圣经的那故事》那本书。好，那么我快去找《圣经的故事》，找到答案了。咁他就找到了，找到咧就睇到个答案啦。啊，原来上帝造人，造了一个亚当。他说上帝做人呢，就做了个亚当。那么上帝感到亚当呢很寂寞。这个亚当呢就是一个男的，他觉得这个亚当呢一个人，哎，很孤独的，很寂寞，没人跟他玩的，是吧？就把亚当的肋骨抽出来做了一个女同胞。他在亚当那个肋骨呢就掹了两条出来，就做了一个女人，就叫做夏娃了。哎，这女人的名字就叫夏娃。夫妻两个人，上帝叫他们去看管伊甸园，就将他们两个呢配成一对了，就变成两夫妻了。那上帝呢就说，你们这么得闲是吧，去看看那个果园，那个果园叫做伊甸园。伊甸园呢，这两个夫妻蛮好的，可是出事情了，来了一个挑拨者。人家两夫妻呢好好感情的，但是呢里面有个魔鬼，我的魔鬼呢就看不过人家这么好感情的，好了，就出来挑拨了，挑拨离间了。那挑拨的是谁呢？蛇。哦，这个就是蛇，蛇就是魔鬼了。蛇对这个夏娃说，你知道为什么上帝很聪明而我们不聪明？哦，那条蛇呢就对夏娃说了，为什么上帝这么聪明，我们就不够他那么聪明呢？原来上帝吃了这伊甸园里面的苹果，就是聪明果。他说上帝呢就吃了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果呢就是苹果，这个苹果呢就叫做智慧果，吃了呢就会聪明的。那么夏娃就对这个亚当说了，我想吃苹果。咁咧，嗰個夏娃咧對嗰個亞當講啦：，我想食蘋果喎，我都想變聰明啲喎。咁，這個亞當開始不幹，但是經不住這個，經不起。咁後邊啊，猛咁潑啦，係嘛？潑得多，咁個亞當都，哎呀，心都軟啦。好啦好啦，等我去偷啲蘋果俾你食啦。那麼有一次，有一天，上帝出去了，那麼亞當和夏娃呢，就趁機會到伊甸園去拿蘋果吃。有一天上帝呢就去行街了，去 shopping 了，去买东西了。那趁这个机会呢，亚当呢就走去偷苹果了。这个
亚当摘了个苹果给夏娃，亚当呢再摘个苹果自己吃。那么他就亚当呢就偷了个苹果先给夏娃吃先，咁啊夏娃呢就梗系食啦，系嘛？有苹果食就搏命咁食啦咁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上帝回来了，夏娃先吃苹果呢，把苹果全都吃下去了。这么亚当呢吃了一半，还没吃下去怎么办？咁啊，当夏娃食紧呢个苹果的时候呢，亚当啊偷一个啦，就偷个食紧啦。咁啊，点知咧嗰个上帝翻嚟啦？咁由于你个苹果系偷啊嘛，咁啊心咪慌啦，系嘛？但系夏娃已经食晒啦嘛，咁亚当啊惊啦。你蘋果是偷嚟食嘅喎，如果俾上帝見到，咁咪點搞咧？係嘛？咁啊，夾硬啃啊，啃，剩一嚿就喺嗰個喉嚨嚟啦，又上又唔上啦，又唔落啦。是啊，這個亞當吃蘋果呢，應該沒吃完嘛，上帝回來了。他就马上把它啃啊啃啊，再看到上帝要进门了，就把这个苹果呢硬的咽下去，咽到一半下不去了，在这里卡住了，就是我们男同胞的喉结。所以呢，啲男嘅咧点会有个喉结咧？就系佢亚当偷苹果食，夏娃食晒啦，所以就冇呢个喉结。所以我们这个喉结呢，在英文当中就叫做亚当的苹果。亚当是 apple， 英文呢叫做亚当是 apple。这就是我们喉结的来历。呢个就系喉结嘅来历啦。那我去吃苹果了，那再带钱带回啊。再见。你啊，想唔想聪明啊？想唔想食苹果啊？啊，俾你哋买苹果啊！哦，买苹果啦，买苹果啦！哎，买苹果，食大好平啲啦吓。下一个节目是乐曲，第一首《红豆相思》，演唱小云，伴奏吴先生。下一个节目是粤曲表演《红豆相思》，演唱小云，伴奏吴生，有请大家欢迎。
個拖梯人一嗰邊，咁我哋大廈聯誼會就組織咗呢個人日個 party， 咁主要咧就大家一齊高高興興過呢個人人嘅生日。咁今日嗰個遊戲同以往唔同嘅地方咧，就係、是、獎品啊！咁即係我哋每一個贏咗嘅得咗獎牌，依家唔發獎牌啦，亦冇嗰個紙巾發啦。每一個贏咗嘅就利是一空啊，利是一空。咁樣咧遊戲咧一樣係四個遊戲，呢度嘅蝶戀花。每人三個蝴蝶球啊，其中掟中一個就可以得獎。幸運轉盤，按照遊戲嘅規則咁樣誒轉到嗰個指得嘅地方啊。另外咧，呢個 Hello 二十七位也係嗰個謎語啊、成語啊之類嘅啊。而家中間啊，中間咁呢度咧就係呢個小朋友。按照嗰個遊戲規則，我你講啫，咁樣咧就你需唔需要我先講？講呢個咧，即係呢個玩法咧，以前啊有啲打唔清楚啊，即係上台玩。你講做咩偷聽？大家呢度有個搖珠，大家咧自己嚟排隊嚟之後咧，將佢搞兩下，搞兩下之後咧，就每個人八個最多分三次，唔能夠分四次，亦都唔能夠一個個執。如果你違反咗規則，就唔該你最後尾排個隊啦。咁而家咧，大家排住隊嚟啊！
英文啊，英文 A 啊。Thank you.
翻緊。喺呢邊啦，哇，係咁意思啊，大家大利。OK，再見，再見。